人去吃一间688元帝王蟹套餐，能有多快乐？这一口叫幸福，这一口叫满足，这一口叫快乐。我俩也要把帝王蟹吃到爽。Hello， 这里是辣辣友，今天我想去吃成都的这一家168.8元可以吃到帝王蟹套餐，现捞现烹饪，一蟹三吃，蒸着吃，炒着吃，烤着吃。去之前找一个老师化个妆。今天成都天有点阴，感觉每家店好像都布置了一点圣诞的氛围感。Hello， 您好，老板，我预约了今天中午的一位，还了一个1688的那个套餐，待会儿吃不完我会打包的。我们先去挑个大龙虾，红房子里头吧。那您帮我选一个吧。1688的是5斤以上的。可以的，要称重一下是吗？这个是5.3。好。第二只小一些。来这个。老板会给咱最重的。不会介意吗？那我们会处理掉。好。帝王蟹看着师傅蒸好的，里面还有4个炖蛋，身子是清蒸的，大概蒸了20分钟。小姐姐可以帮我拆蟹了。第一次还真不知道咋吃这玩意儿，因为它是3尺满，那边还有辣炒的帝王蟹腿、黄油的蟹钳。蟹蒸好了，先端上来给咱拍照，拍完了他再去拆蟹。帝王蟹的大钳子，大钳子，超有钱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这个是小钳子。以前在外面吃帝王蟹都只吃腿，身子我还没吃过。腿上的肉更好吃，这是它的膏。在里边的就不能吃了。嗯，好，就连接身子和腿的那一块部位哈。对，大家先吃。好嘞，一整只蟹拆了这么多，蟹钳、蟹身肉、蟹腿儿，这一波给我拍的特别渴，要了100娃。打个料汁，要一点冬菇酱油吧，可能需要加点水调和一下。蟹汁自己调的，那我可以多要一点。蟹醋我来一点。吃个钳子肉，哎呀，胖乎乎的，这里面的超有钱。蒸出来就自带盐味儿，很鲜。第一口就想体会这种最原始的鲜甜滋味儿。老板要了手套。今天主打一个把帝王蟹吃到爽，身子连接钳子部位，雪白细嫩的蟹肉，一口海洋的冲击，水灵又嫩起，肉质很鲜活。大坨子，我的妈呀！老板家自己做的蟹酱。咸甜带点酸，还没吃腻的时候，我想先吃原味儿。肉质很饱满，体会到了他们吃帝王蟹的快乐。这么一坨子肉，润弹，微微带一点脆口，蒸出来的那个水蒸气都在蟹肉里，贼水灵。其实蟹的大壳壳没啥子肉。四周连接那个腿的根部就是这种肉，还挺多的。嗯，吃着怎么会腻呢？都没有脂肪，直接空口吃就已经很好吃了。高温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，啪嗒一下，让我发出花的机会不多。这送一个，但吃到后面嘛，随着吃的越来越多，你会觉得盐的饱和度稍稍有些高，但没有到发寒的地步。我印象中2020年还是2019年吃过一次帝王蟹，但那会儿是自助餐厅吃的，没有这种实实在在的就按一个点来吃。解决了帝王蟹，鲜辣的蟹腿，很好包，胖嘟嘟的肉，它的味道也好，甜辣口的，很嫩嫩。这一口叫幸福，这一口叫满足，这一口叫快乐。请你们务必在还没有打开味蕾之前，一定要吃它清蒸原味的，啥料也不蘸，直接空口来两个，紧接着让它的味型层层递进。这一家可以和爱吃帝王蟹的三五好友一起来。它的装修其实挺小的一个铺子，居酒屋的一个性质，放了10只小龙虾。知道它底部渣渣的部分会有一点咸，辣炒干锅海鲜的感觉。成都这个季节的小龙虾不应季，几乎所有夏天卖小龙虾的店都不卖了，转做卖羊肉汤。
我有个想法，给它放上一浇，咱们把炖蛋泡进去，拌着饭一起吃，一碗炖蛋蟹肉饭。有蟹醋的那种特有醋香，融合着鸡蛋这种软乎乎的，配上米饭略有嚼劲，以及有一点微微嘎吱脆的鱼子，口感层次挺复合的。我说给我这么多蛋干嘛？找到了用途啊！但这样一餐我肯定是吃不完的，会打吧？每个蛋略有不同呢。把全卡进去，配老板自己调的干蟹吃的料来拌饭，待会儿再加一点白蚬子进去，煎掉眉毛。这一份和上一份不同，有小米椒的辛辣，配合着一点葱的鲜味儿。白蚬子也是贝类的一种哈、啊。哎妈，蟹醋太酸了。还有老板自己调的料好吃，蒜蓉，好香啊！炒制的熟蒜泥，熟蒜配蛋是蟹的口味，我可以再加一点熟蒜。油润蛋香，蟹鲜。黄油蟹钳没吃呢，里面炒炒吧。黄油烤的鸡腿，海盐、黑胡椒，烤的葱脆，烤出来的又是不一样的滋味。准备中炭火的味道浸入蟹肉里，有火气，没有蒸出来那么水灵，肉质要更偏紧实一点。一会儿呢，肉烤干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蟹柳。今天真真是帝王蟹把我给干饱了，还有那碗拌饭。这家店适合手尝手吃，体验一把。感觉在外面买一只帝王蟹也在1000多左右，这还给咱烹饪哈，挺美意的。老板还送了秋刀鱼呢，我浅尝一会儿，这些都打包哈。我个人没有那么喜欢秋刀鱼，觉得它肉质很像鸡胸，干干的，扎扎实实。我已经腻到了。吃帝王蟹吃到腻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？你没事吧？打吧。分量上看起来不大，吃起来还是足的。还有4只海虾呢，直接烤的，1000只两，来都来了。加的原香原味原鲜，浇一点。那今天的帝王蟹就吃到这里，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收藏、五八、马克巴卡。小哥 ，Hello， 我打包，谢谢。吃的好饱，今天一整个被海里的鲜味给冲昏了头脑，晕乎乎了。